短横略粗，长横偏细，后面慢慢加粗，重按。竖画就不客气了，全部都重按，侧一下抬起来。这个还有扭转，啊，点饱满的拉动。鱼，这个鱼呢是有史以来最瘦的一个鱼了。这有时候不是它真的写的瘦，而是石头那里比较不好风化的，啊，有可能瘦。那当然还有一种叫踏弓的影响，有些踏弓敲得越深，那它就会越厚，笔画就会越粗；敲得越浅，笔画就越瘦。哦，这么大的杯，可能有些地方就敲得比较浅。五，其他很多撇都还蛮挺的，细细的拉长，重按一下。那这个竖画不是栅栏哦，是向中间集中，向中间集中的感觉，连点画也是从中间发散出去。五，进，横画细，长横，这是它表现的地方。好，这两个第一行跟第二行的间距确定以后，后面大概就八九不离十啊，不能差太多了，否则那个件价就坏掉了。啊，几乎每个都差不多，然后这边也是放射状，从中间往外发散。不过看起来这个人都很像写一个竖画，然后这里又要直画军舰，那因为要把上面的字撑住，所以它要一个比较宽的范围，但是不是很高。然后这里面有双主笔啊，上面有一笔，下面也有一笔，不过下面的点画。哦，这边长一点点，这边短一点点。非要有重按哦，这两个竖画基本上都是重按在走。两个笔画，右边的竖画会比较长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横画军舰的问题。做军舰要注意一下长长短短哈。间隔虽然一样，和长短不太一样，不要把它写得像电线杆啊，每一根都一样，这就完蛋了。而且还有粗细，细到粗，粗到细，到最后，哎，这个有点一点。直，短横，折，中间还是要收紧啊，中间这个缝隙，然后上面。确定就均尖了，然后竖画当然是要重按，就像房屋那个柱子一样，后面压一下，得粗大细，得长一点的粗大细，然后直视对齐啊。啊，这边要对齐。一般来讲，直视对齐比较好看，但是初学者喜欢撇，把它写的斜斜的，其实这样是怪怪的哦。一般书法家比较少写成那样。哦，起笔很大，有稍微扭转，就产生一点弹性。其实扭转可以让那毛笔产生一种微微的弹性，那这个字看起来就是比较灵活。这点点的好大，卧钩通常要伸出去以后再捞进来，哦，这短的，这长的，然后点通常越来越高哈，步步高升的感觉，哎，然后这个间距，精米要向中间留一点竖画的空间哦。一般人都是把这两个写太近，那当他写书画的时候会发现，哇，好近好近，完蛋了。撇，左边撇可以长，右边点稍微降低一点，但是是短的，短的原因是因为右边还有笔画。
写字就是互相搭配，而且事先要算好，不要边写才边算的，那个来不及。横画细，后面稍微点一下，然后越在下方做支撑的时候，这里不要变撇哈，还是把它写的一竖比较有分量，可以支撑起这个字。好，多巴塔的习惯，横画，挑。杆，杆第一个是短横，然后撇，挤上去再撇下来，然后横画开始间距哈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，这里就已经开始横画的间距，横画的间距哦，不能差太多。点往外张，握钩有个弧度，翘起来以后再弹进去，然后这个点带起来。注意越来越高，然后右斜勾通常写的会蛮明显的，整个送上去，然后撇，哎，不小心碰到一点点点，这个点不能离太远。起，哇起。这个倒是没有想象中来的厚哦，一般都写得很重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到底是真的他这样写，还是踏工踏的关系都很难讲。撇长，点，